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UI Improvements 的课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出去度假了，所以有2个礼拜没有更新。感谢大家的耐心。今天是18堂课，然后也应该差不多接近尾声了。我会最后有一些补充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练习，应该就是整套课就差不多到此为止。有一些依依不舍，也有很多地方想要再补充一下，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课程结束之前呢，如果有特别想要知道的信息或者内容，也可以给我留言，然后我会尽量找时间找资料给大家再补充一下大家想知道的知识。好了，今天的话呢，是 reduce email input errors，减少邮件输入错误。之前有同学吐槽说英文太多，我今天很认真的把翻译都写好了。那这节课的内容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，当然现在注册输入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例子。通常呢有邮件或者是电话号码，这个是非常常见的。你不管是注册或者是登录什么课，你都是需要这些信息去注册的。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注册的流程，这个流程如何加快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，这里都是给大家截屏看一下。就是还有一种，就是这边在右边的，要不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等于是美国的大众点评，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，它除了用邮件登录的话，它还可以用社交网络登录。社交网络的话，如果是工程师的话，应该知道你就是有 API，你可以从那个 API 那里当东西，然后通过不同的社交，如果是国内的话，可以通过豆瓣微博啊，或者是网易啊、邮箱之类的登录，那这个都是一样的，就是通过社交网络 API，然后你就可以登录到，提取你的信息，然后注册。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，是一种绑定式的方法，也是对用户来说是非常方便的，因为你不需要再输入冗长的邮件之类的。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还是。比较，就除了这一块，我们还是再讨论一下，就是用邮件输入怎么样更快。那一个是加快你的速度，减少步骤，还有就是怎么样提高准确率。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网易云音乐，那它是用网易、新浪或者手机号3种，它最后一个还有腾讯微博登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变成这么的次要，有可能腾讯给钱给的少，这个是我自己胡猜的啊。但是这个就是所谓 API 的登录。那如果你是绑定的话，你就可以在直接点击一下微博，你也不需要注册，你就可以有用一个账户登录所有的东西。这个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方便的。想象一下，这个跟手机的指纹，不能说是一样的道理，但是未来的趋势都会是这样。因为当你有一个手机，你有指纹识别的话，你购买。支付下载，你只要在你开机的时候注册一遍信息之后，只要通过你的手指，你都可以进行认证和操作。听说支付宝还有扫脸呢，我觉得那个好高级，这个可能国外还没有国内做得好。我还没有见过国外任何软件现在用扫脸就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的，就是 take action。我觉得这一点国内的很多软件是。非常值得让我们学习的。好了，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构架，然后通常我所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个 email 的邮件，然后你在这儿打嘛，你就会在这儿打。那我就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wireframe 给大家解释一下。你打的时候，比如说我手抖，或者是键盘不爽，我打成 riva@gmail.com 了。那通常以前的设计是，你会用那个 back 退后键，然后把它全擦掉。你会把这里有个 back 键，然后这样一个个擦掉，然后再写嘛。其实这个非常烦，而且很多人第一次打邮件都会打错的。然后如果我们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智能的信息，就是说它知道你没有 gmail.com，就好像只有 163.com 嘛，没有 164.com，对不对？当你打成164的时候，它会告诉你，嘿。你这里是不是说是164.com？然后你只要点击一下下面，上面就会自动更新了，对不对？
那从数据上来说，这个是这个自动识别的功能，纠正的功能，是可以减少50%的反弹。什么叫反弹？就是当你写错了，你不能注册嘛，它会告诉你，哎，你的这个邮件不存在。那如果它是自动可以识别的，比如说你 n 打成 m 了，16数字打成隔壁的了之类的，com 打成，很多时候有人像我 com 会打成 con 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些网站也是 con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它就可以自动告诉你，嘿，你是不是想说想打的是 com？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完全方便嘛。这个是一个加快一个注册速度的一个比较智能的一个方式，这个是完全可以实施的。而且并不困难。还有一种，这是另外一种选择方案，就是当我在这里打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打错了，然后我又没发现，然后我就点了一个继续 continue，哎，它跳出来一个窗口告诉你，哎，这个 email 看起来不对哦，这个 email，然后你会有两个选项，一个选项就是改变它，你就点个 change，然后你在这里改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这个。这个你识别错了，它就是正确的写法。那这是一个突出窗口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。那你可以改，也可以不改，但是这个是多了一个 tab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另一种方式，就是一样的，你也是打错了，然后你点了一个 continue。但是这个好处在哪里呢？它直接告诉你，哎，你这个看起来对不对？不对，在这里直接改。对的话，你就点击 looks good 就可以了。所以，这个比刚才那个弹出窗口更好的地方就是它省了一个步骤，因为它在提醒你的同时，你直接可以在下面改，你就可以改成 gmail.com，然后你写 looks good，然后它就会回到之前，然后自动更改那个邮件。那这刚才这几种呢，都是其实是类似的情况，它都是一个所谓智能的嵌入式的提醒，包括一个智能的帮你识别修改。那我在这里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提醒的，就是所谓的键盘。在你设计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些细节，平时设计师不太注意。就像我自己也是，当我在做 mockup 或者是一些界面设计的时候，我从来不注意用什么键盘去做的，就是我会直接拿一个默认的键盘去设计。其实默认键盘有哪里欠缺考虑呢？就是其实拿 iOS 苹果的东西来说的话，它的键盘有很多种，我不知道大家可以不可以，有时候注意一下。有时候呢，它这里是写 return。有时候是写 go，然后有时候是写 done，有时候是写 next，就是下一页或者是下一个。这个的优势在哪里呢？就是当你比如说在注册信息，或者是换句话说找回密码的时候，假设给你一个例子，你找回密码。你找回密码的时候呢，你在写键盘，写完之后呢，你是把键盘收起来，点击下一步呢，还是可以直接在键盘上点击下一步？这个就是我，因为我这边就是这里的键盘是英文的，如果你想象成中文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非常简单的想象，就是我在这里打字，你打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写 continue，当然这 continue 是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，如果这张表非常长，这 continue 在这个键盘后面的话，你是不是要把东西移上去或者把键盘收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其实很麻烦嘛。那如果你在键盘上就有 next，你就点完之后，你就打完字之后，键盘上直接点，你就到下一页了。这其实起到了一个导航的作用。那另外一个非常简单，而且我之前也提示过大家，当这里是写邮件地址的时候，你的键盘应该自动切换到邮件的输入方式，有 act 有点 com 的这种东西，有 act，省得你切换键盘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一个界面的一个设计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要把它放大的出来，这样子工程师才知道哦，原来你在这里连键盘都有考虑到，不然他一定只会放一个默认的键盘，而默认键盘在很多时候会阻止你做一些就是流程上的一个，它会让你的流程变得更慢吧。就光从切换键盘来说，如果你在这里写 email 的时候，你这里出来的是一个默认的键盘，你要切换到 at，要切换到标识符号，然后再切换回去，那就没有这个用起来爽。包括如果这是一个填电话号码的一个 text field 的话，如果你跳出来直接是1234，这不是很好用吗？为什么要跳出来字母给你呢？电话号码就不会有字母啊。所以综上所述，键盘的一个设计也是一个
加速你注册填表或者是支付，任何一个有表格填空的地方都是会有帮助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值得跟大家就是拿出来提一下，因为我之前自己做设计的时候就会忽略到键盘这个东西，其实键盘是可以跟流程一起设计进去的。我觉得这个不难，因为很多键盘都是苹果现成都设计好的，大家下载那些模板的时候，它的里面都有多种键盘可以给你看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哪些键盘可以使用，然后如何很好的利用它，就会让你的设计更加天才嘛。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？那今天的课呢，我总结一下跟大家说，首先就是 inline validation， 我的翻译可能会跟国内教科书上有些差别，因为我是自己翻的，我不知道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，但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内嵌式的验证，也就是当你在填表的时候，无论这个是姓还是名，是工作职称还是职业要求，还是你知道留言或者是写意见，只要是表格式的东西，你在内嵌式写一个 validation 是很有帮助的。你的密码重复了吗？你的密码打错了吗？手写字母有大写吗？这些都会对输入者或者是用户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。Verify sensitive input，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智能感应。当我在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手误打错的时候呢，系统可以很快的识别并且告诉我，这个东西应该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选项，或者是告诉你，哎，你是不是指的是这个邮件，你是不是指的这个姓名，比如说你的姓打错了，名打错了，拼音写错了，没有这个拼音存在的，你是不是指另外一个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智能感应式输入，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。Input type 输入类型，这个不光是对于邮件有帮助，对电话号码，对输入各种，包括输入范畴数字类型的，都是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。然后这个是等于是跟你的用户体验是融为一体的，因为你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输入，你就给别人什么样的类型让人家去输入嘛。这样别人就不会打错，打错的几率也会非常低。好了，所以今天非常简短愉快的结束了关于用 email 输入的一个减少错误方式。这个的话，我希望大家可以扩展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可以应用到别的地方嘛。关于注册啊，包括任何那些寻找丢失信息的东西，应该都是有帮助的。所以谢谢大家收看，收听，就这样，拜拜。